的温和，但是也有风吹过来，真的是平常是有做好事，是我本人有在做好事的意思。很开心今天没有下雨，然后是这么好的一个天气。那非常感谢所有来参与现场活动的，我们不管是我们轻松的好伙伴、好伙伴，或是我们新著名的姐妹，以及各位贵宾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今天来参与这个活动。那其实这个活动的动机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一个女性哈，她的人生过程里会担任不同的角色。那在每一个角色里，他会有他的挑战。那其实身为女性的人应该感受得到，我们确实是需要更努力。好，人家就是说什么，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需要一个成功的女，一个支持他的女性。可是一个成功的女性后面要有一群支持他的人才有办法成功。所以谢谢我老公，老公。然后也要特别感谢一位很重要的人，就是我们的创会长哦，淑蓉姐穿那个很亮很亮橘色那个衣服的人，真的，因为他很勇敢，他把这个新移民女性家庭关怀协会交到我这么年轻的人手上，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他，让他因为有他，我才有机会来协办太平女来办这个活动。那我跟太平女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其实我是太平女2020年的会长啦，哦对，所以说来跟他们一起共同承办这个活动，是就是互相彼此来出力哈，他我们很多的轻松的。我们太平的好姐妹出人力，那我今天就尽量帮他们找资源。然后今天的表演舞团大部分也来自我们新著名的姐妹，那真的非常开心今天来参加，然后大家一起来做公益，然后一起展现我们女性魅力。谢谢大家，祝大家中大奖，谢谢。这样来付出才有今天的这个场面哦。那也感谢所有来参与这些活动的所有的好朋友还有贵宾们。那我的身份就是说我现在目前是向日葵慈善基金会的董事长，也是民众服务社的常务监事。那我现在民众服务社也赞助了2部的电视机50寸的，那还有50000块现金，哎呦，掌声鼓励，谢谢理事长。哇，没有钱万万不能的哈，嘿。对，所以说哈，因为看到年轻人肯这样来付出，他办这个活动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很感佩哈，而且比我想象中的办得更成功哈，这个是
后浪推前浪，真的青出于蓝，办得非常的好。那也感谢今天两位主持人，一到那一点多就到了，到现场，忙到现在，真的辛苦你们了，晒黑了哈，我们有这个阳光的活力啊，对对，非常感谢大家这样的协助了哈。那个我们向这个慈善基金会做一个幼童孩子贫困家庭的那个小孩子一个生日的宝贝能够赞助他们这个活动是由他们来帮忙这样的协助要完成。那还有一个另外罕见疾病的儿童陌生，但是他非常的勇敢，我觉得说他真的很敢付出，也愿意来付出，又肯学所以把这个重大的责任来交付到他身上。那我看到今天他这样的一个付出看得到以后他一定做比我更棒。大家双手来感谢我们尚贤，哇，谢谢，好感动，你看那个眼眶泛泪了，你看眼眶那个眼泪眼珠在里面打转了，你看大家要知道要办这场活动不是那么容易的从开始筹备到现在已经将近好几个月了，他们两个年轻人一天到晚在找资源，找一些募款的对象，找一些摸彩品，你看这个有多累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但是他们日夜的奔波，只要我说某个地方应该有希望，我们去找他，他们两个都拨空像假日的时间，老公回来，他没有陪老公，就这样跟我出门了这样做这样一个推动这一次活动的一个力量真的也是非常感动的了所以大家请在座的各位再利用双手来感谢他们两个，鼓励他们两个，好不好？谢谢，谢谢。把那个今天的捐赠的 10% 捐给我们财团法人罕见疾病基金会，那让我们日后在不管病友的就学就养的这个部分都有充足的一个经费可以使用。那今天我要谢谢主持人，因为罕见疾病基金会今天在这个会场大概被喊了100次，那这是我们很积极要参与活动的原因，我们也希望带领病家被走出来，然后借由活动让罕见疾病的个案被看到。所以今天的活动不止女力要被看到，我觉得我们身障的力量也要被看到。那也谢谢主办单位，接下来会把 10% 的捐赠给我们。那也谢谢今天主要的摊商，你们的 30% 都会用在我们的公益活动上面。
手，帮我们翻转人生，能够抽出我们这位幸运得主。那希望他能够跟我们罕见疾病基金会能够结下一个缘分，好不好？来，谢谢你。再次的说声抱歉，谢谢我们今天呢所有到场摆摊的所有的企业家们哈，以及实业家哈，创业家们，谢谢你们，因为有你们，我们今天才有这么多这么丰富这么多元的表演啊，还有我们的节目，还有我们的摊位，谢谢，感谢你们，谢谢，我们有机会明年见喽，谢谢，还有感谢一下我们最辛苦的太平女的伙伴们，请给我们自己一个热情的掌声，好不好？谢谢我们辛苦我们太平女所有的伙伴，还有以及我们所有今天的志工朋友们，辛苦了，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谢谢，再次的感恩大家，谢谢，拜拜，谢谢。拜拜，谢谢。